另外，带您看到的是五股国中的志工呢，将校园当中呢原本一块闲置不用的土地改造为校园农场。那么现在这一块校园农场呢，也成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场域，更让整个校园变得更加的多彩多姿。五股国中志工将原本废弃的荒地改造成农场，这片农场正是这都市中的一片绿地，提供孩子不同的学习环境，让校园的环境变得更多彩多姿。五股国中校长表示，这本是一块连锄头都挥不下去的荒弃地，志工们却努力将荒地变农场。那这个开心农场啊，我特别要感谢，本来这块地呢，都是铜山灼灼，草木不生。那每一次这里都是很石块啊，大泥块啊，锄头都敲不下去。我要感谢哈，我们有啊志工们啊，尤其我们毕业队长啊，还有我们的李景辉啊，李组长啊，大力的号召哈，我们有成立的园艺社。那我们园艺志工哈，不管阴晴啊，他们都到学校来巡视。五股国中持续将农场的资源融入更多的努力，校长更是云林农家长大的子弟，全力支持志工们开辟这块开心农场。那我们很感谢，因为提供了学生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园区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，也会傍晚的时候会来这边帮忙拔拔草，偶尔浇浇水，然后呢来欣赏我们的一些蔬果的一个成长。志工团队每周固定时间一起来帮忙，一起浇灌、除草、施肥。志工团队主要由学生家长组成，他们用行动支持农场教学，希望学生在都市中也能够体会种植的辛苦，学习从无到有所需要付出的心血，让学生学会怎么收获先怎么摘的最佳教材。永嘉的记者在五股采访报道。